赵怀真是目前王者里最需要守法的英雄，但是213连招难度还是太高，急需简化。云英是目前王者里胜率最高的刺客，但是身板比较脆，而且多段枪艺上手难度较高。那咱们大胆尝试一下，把这对 CP 组合到一起，让赵怀真顶在前面开团扛伤害，云英躲在后面补输出去控制，这样你就得到了一个骑手四连控，全程八体往里冲，还有坦度有伤害的地表最强 CP 组合。文能控的对手怀疑人生，武能两个大秒对面三四个人。而如果你用的是七七限定鹤龟松七的话，你甚至还能打出隐藏彩蛋松鹤合体气功波。理论上来讲，这一合体技可以瞬秒八千血，而且是范围伤害哦。众所周知啊，赵怀真的大可以吸收伤害，并反打出一发伤害高的离谱的气功波。而云英的燎原白斩附带有斩杀伤害，对手血量越低，斩杀伤害就越高。那么你看，当赵怀真顶在前面开团开大时，对面越还手，那么气功波的伤害就越高，而被气功波打掉的血量越多，接下来被燎原白斩斩的也就越痛。面对赵云 CP 这对地表最强组合，对面是还手也不是，不还手也不是，这也太犯规了。而且无论是赵怀真的气功波还是云英的燎原白斩，他们都是超远距离自动锁定的范围伤害，一旦被锁定，对面是躲都没得躲。怪不得小王要把他俩组成 CP， 这技能的联动性简直绝了。而且更绝的是，赵怀真的大本身是这个样子，但是被云英技能一碰，大招特效就变红了，还多了一只神鹤。千年青松和鹤族神女合体，直接打出一只红色神鹤，这松鹤合体一击的伤害特效简直爆表。你要知道，松鹤合体一击可都是超远距离且自动锁敌啊。而且赵怀真一技能一手迎客松，可以远距离把人拽过来，云英接上一技能仙鹤亮翅，又能打出连环控，四五段控制外加超高伤害，这简直是抓谁谁死，根本就不讲道理，也没有一点人性味。这朴实无华的强度一点手法都不带，离谱吗？离谱就对了。这就是七七松鹤合体无情的男女混合双打，七七喊上你的他双排上分歧啊。